他那边现在已经赚很多钱了哦。旋转装置直接取，你就拿石头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可以吗？他可能开店还是干嘛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看你们的资料，一开始在交锋哎。对。哦。对，在交锋。嘉丰村，然后后来才搬到那个丰里嘛。嗯，我的印象是我在那边，我就是要入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就搬到丰里了。对，因为我有印象，我就是不记得你国小的时候，嘉丰那边应该是山林国小吧？山林国小，对。没有嘉丰国小，山林国小。山林国小。山林国小，那很久以前就快没有了。就我没我。你们那时候就没有了。没有。嗯。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我。我有问过我妈妈，我说我们几岁搬过来这边？我什么？我为什么会在这边读书？我说六岁。六岁啊？对。那几年前？我们就是六岁。你再给他打看看。对啊，怎么这还没有读？哇，以前这个。手写的。手写的。台东县卑南乡嘉丰村。办公室印，哎，这个是在家里生的是吗？对，我都是在家里生的。哦，是在家里生的、哦。对。不是在。你怎么没有打过来？啊，马上就打，马上就打。他要打来了，他要打来。我妈都在家里生的。几个在家里生的？哦，我来。喂。你好。喂，好吧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Hello。哎 ，Hello，Hello， 好了好了。哎、hey, ，我是那个 Pedro。Pedro。Pedro， 我是陈先生。你好 ，Pedro。哎，陈先生。Pedro。哎嘿。哎，你好。哎哎，你好。你们要讲那个西班牙的 ，¿Cómo se llama？哎、hey, ¿Cómo está usted? 我只会讲英文。Yeah, yeah. Muy bien, gracias. 你再讲下去我就不会讲了。不错了，我讲一点就不错了。你的那个阿米斯的话还会不会讲？哇，不好，这边已经忘记了。忘讲光了。我比你还会讲，我还会讲。只在读沙读路十八里马恩恩比都法路西瓦恩的。你不要喊你，你不要喊你。我们已经全部都忘记了。忘光光了哈、哦，哎、欸、大哥。哦对呀、啊。我现在哈、哦，我现在在这个我们家里了哈、哦，啊我有帮你办了、啊、办了一些文件哈、哦，我想跟你确定一下啊。啊。这个文件哈、哦，有一个是户籍誊本嘛哈、哦。那你现在你手上是不是有那个护照？有啊，我护照是有啊。哦，那护照是谁帮你办好的？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西班牙那个大使馆，我们台湾大使馆啊。哦，他有帮你办哈、哦。对啊，他就我这个是他们根本不想帮我办的，你了解的，就是说我在这个小岛我报失踪。啊，我护照失踪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这边派出所有报你失踪啊。啊，对啊，我就这样跑掉，然后呢，他说他不认我是台湾人。哦、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证明人，他说我说我台湾也有亲戚，我有妹妹啊。哦哦。我爸妈已经不在了。嗯嗯嗯。那我妹妹就做一个证明，他们才给我这个护照，你晓得吧？也是很麻烦的哈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不相信我是台湾人嘛。那我想请问你哈。啊。那个，你现在是那边有结婚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同居，我没有结婚。你剩七个哦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呢，我要结婚的时候，很早以前我有护照。那是国民党在的时候，国民党
管的时候在那个大使馆。哦。啊，后来我的护照过期了。嗯。我又给他们，我要补那个签盖章嘛。嗯。延期护照嘛。可是你爸爸不是爸爸不是把你的护照拿回来了？对呀，我现在拿回来了嘛。那你怎么会拿到你原来的护照？这个是民进党，那个民进党帮我办的。民进党帮你办，因为现在是国民党，一下就是民进党。好，好了，那个。国民党不给我吧？哦，是，嗯。是吧？那以后民众党来帮你办算了。你不要讲那个话。哎，我跟你讲哈，我问你哈，你现在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合法的居留权？我居留已经过期了，很多年就过期了。为了护照，护照不给我，没有办法拿那个居留。哦，那你现在呢？我现在重办。你护照三年前拿到的，这个2016年拿到的。对的。所以你现在在那边有合法的居留权吗？对呀、啊，这已经过期了。现在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说我重办。所以你现在在西班牙是合法的吗？就是你在那边住合法吗？合法，可以了哈。对呀、啊啊，因为你有小孩嘛。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哦，我猜也是这样。我现在是从他叫我重办，我以前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犯罪证明了，我们这边讲说犯罪证明嘛。有，我这边也有帮你办到一个那个台湾的犯罪证明，无犯罪记录了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对，他要现在呀、啊，他要现在的那个无法证明。哎呦，我现在帮你办好了。那个、他需要这个东西，他说这个什么出生证明啊，还有那个什么都有。哎，那你这个东西要翻成那个西班牙文再寄过去吗？哎，对，他说最好是用西班牙文，最好是有。那外交部也要验证嘛？那个文件是不是要验证？对。Authorization。你那个有中，要盖一个章。有中文，有西班牙文，再这样子。我不知道。因为它是这样子最好。台东大部分都是翻成那个，英文比较多嘛，英文。哎呀、啊，没有关系，我找个西班牙文的翻译给你啊。好，就拜托你，谢谢你，哇，真的感谢你，真的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想回来？我办成了，我就想回去了，不想了，我说很累啊，这里很累啊，真的。这个上班就是我一直上班，没有休息的。那边没有劳基法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边没有节日，没有节日的啦。哦，按、啊、照你休息呢？那你那边赚、啊、有没有赚很多钱啊？你没说你赚很多钱，干脆分一点给他好了。对呀、啊，现在要用钱，在这个地方现在要用钱很麻烦啦、啊。哦，那你知道你如果一年只能挣六千欧元啊，不能超过啊。六千哦。你这样讲的。六四二十四。六千欧元啊。两万四啊。24万吧，24万，嗯，大概24万左右。对呀、啊。现在一块钱。欧元，现在我不晓得，他以前我打的是一块40多嘛，大概40几啦，现在是不是降一点？我们最近我没去过欧洲玩过啊。大哥你好厉害，你去欧洲一次就给我玩38年，我现在我连到非洲、欧洲我都没去过。欧洲啊，我欧洲现在他妈心情不好啊。是啊，现在他妈很浪很乱啊！大哥，我们在录音啊，你不要讲脏话啦，敢问？不想回去了，不想干了，我靠！他讲话就是这样。大哥，你中文还可以吗？我想说你中文还不行了，忘记了。这中文是可以，他们是。我妹妹讲说我是大陆人，然后讲话不像台湾讲中文。你不是你没有讲台湾中文呐、啊？台湾国语都没有讲。没有。对呀、啊，一般都是跟这些大陆人在一起啊。哎、欸，大哥，有一点好奇哈、哦，我想问一下哈、哦，
你当初哦，你是一下的那个船哦，就是跑去躲起来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躲起来啊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晃来晃去啊。啊，爸爸怎么找不到你？我爸爸有找我，我找他，我找不到他，因为那时候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不知道，但我不知道去哪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脑。等一下，你讲那女孩子是谁啊？以前我们在要出港之前呢、我们就认识那几个这个女人女孩子，反正这个女人就不算那种女人，就是跟他们一起喝酒啊，去舞厅啊，我天哪，差不多了。哦，好。坐大体了，不是带我们进来，我们都不晓得啦。哦。不熟悉的地方，你晓不晓得？哦，所以你这样你爸爸也找不到你。对啊，我们知道啊，刚刚我早上我知道我明天早上4点半出来嘛。嗯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旁边那个人也不在了。哦，所以你。第一，我带你。对呀、啊，我第一我带你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我知道你马上哦。你去。哎，对。你去马古道那边马上哦。对呀、啊，都发生这样了。我说我怎么去啊？我也不知道去哪里。马上还听得懂。然后，那个靠海边走路啊，一直走到码头啊，我不知道走到几，不知道走了几个小时。哦。我一个外国朋友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们就剩饭了。哎呦。到码头找到你，不知道几点，8、9点那个晚上，我到码头了，一艘船都没有了。就在那时候，我说我死定了。死定了，是这样子啊。你那时候是几岁啊？那时候好像19岁，好20岁，好像是忘记了。19、20，那你现在几岁了？我现在55岁了嘛。55，你是算农历还是国历的、啊？你先看，不要一问。你是算国历还是农历的、啊？19、20。就算国历、啊。好了，算20好了。你现在54岁嘛，哈。你17岁走的。55。哦，那我30几年啦、啊。对呀、啊，30几年了。你啊，然后我跟那个什么导游，那个什么我们代表，他们在说我们这个岛有一个代表。嗯。那个代表。嗯。他说你想回去可以啊，你在那边慢慢等，等到有船的时候，你再上船再回去。我说干嘛？你那个是什么代表啊，对吧？啊、不然呢？他买了机票给你哦。这个，当然是有船回来才。我说，对呀、啊，我说你想回来才可以，你再上船回去嘛。一个很老了，一个外国人，小时候外省的，一个老老的。哦，你是说我们台湾在那边有代表的、啊？对啊，那个代表。哎，你是在那个小岛还是在马德里？小岛啊，这个是加纳利群岛啊，一个小岛啊。哦，你是在小岛哦。对呀、啊。那你现在住哪里？在那个一个岛，它的名字叫人西兰沙罗给。阿雷西菲是吗？对，阿雷西菲，对。南萨罗特。对，南沙罗给。南萨罗特的一个镇叫阿雷西菲嘛，哈、哦。对，他的城市叫阿里西北。对。哦，那边有我们办事处哦，那边应该没有吧？那边很小，怎么会有办事处？没有，什么没有，这边没有。我们要办的话，不是嘛，一定要去马德里，不是嘛，就是去了巴马。哦，你那办把它办到那个马德里。那你那边离马德里多远啊？哇，坐飞机要4个小时。哈，坐飞机要4个小时哦？对，4个小时半好像。哦，那这边飞到日本了嘞，差不多。哇，那很远。那你当初下船的地方是在马德里还是这个小岛？在那个拉斯巴马，也是在这个小岛的附近，是另外一座岛，是不是？另外一个岛，对。比较大的。对，比较大的。哦，我差不多。是最大一个。等于是你、最大的一个，你们下船是在比较大，爸爸那时候把你放下来，你偷偷从那个冰箱跑出来，那时候是在比较大的岛。No,
在船上被加那个是我朋友救我出来的。啊，然后你跑到哪里去？那你会激动呀？然后呢，我朋友救我出来，我那时候我九岁，我不知道我爸爸被我关在那个一辈子那里救，他说救我关起来了。你怎么会跟一起喝酒的？等一下，你怎么会跟爸爸吵架？你是喝酒马拉松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跟我那个还有说什么我的舅舅啊，我的小舅啊，什么什么地方老舅啊，全部在一起。哦，他介绍给我，他说这个是你的舅舅啊，这个你的表哥啊，这是你的舅舅，什么舅大舅、舅舅的大拿。我说好吧，那时候我也会喝酒。好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喝喝我一起杯，我去找家舅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不会喝酒那时候。搞笑。他讲话就这样。哦，好了，我大概知道。那你现在想回来台湾吗？回来，对呀、啊，想回去了。你现在居留证办好，你就可以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看看他说，我碰到的说有两种居留，一个是可以回去的，一个是不可以回去的。所以你要办那个可以回去的。对，啊，你跟人家睡觉生小孩子，你也没给人家娶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啊，你要不要娶人家？什么？你要不要跟他结婚？哎呀，他们结婚不结婚是他们的事，那是不关我的事啊。哦天哪！啊，你有跟小孩子住在一起吗？对呀、啊，老大跟老二。OK， 那你们要不要带小孩子回来，还是你自己回来？不知道啊，他们要回来都是回来，不回来都是他们的事。哦，我怕你没有钱买他们的机票，你会买机票回来吗？有，会啊。会啦哦。现在是会啊，那个机票是我要从那个从意大利那边买，意大利那买那到直接到台湾才200多欧元啊，300多欧元。意大利，你是说从？西班牙转阿姆斯特丹，然后再转意大利，然后再转泰国，然后再转回台湾，是这样吗？对呀。我的意思说，我从这个岛直接飞到那个意大利去。哦，这个岛有飞意大利的。有啊有啊，到那个另外一个意大利很多小岛嘛。那意大利也是欧洲的。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你会买机票就好了啦。我们现在哈、哦、这个证件赶快帮你办一办哈、哦，寄过去，然后看什么时候赶快来哦，赶快回来看一下家人，家人都还在，哦，姐妹都还在，哎，还有兄弟都还在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现在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先看我大姐，我大姐现在就不行了，她就是看不到了吧？大姐不行了。大姐身体不好，反正身体不好就。哦，那要赶快回来。对呀、啊。喂、欸。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怎样？他们都看不到我，真的话，我真的被老师惩罚了，我操！你谁知道？谁知道你那时候要马拉松，又跟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跑走，还一喝酒醉。你那时候才19岁，不能喝酒。哎呀，这个都是老爸教我喝酒的嘛，我不会喝酒的嘛，我喝酒。老爸教我会抽烟呐。哦，所以你现在还会喝酒吗？我不喝戒酒了，戒酒戒烟了，我操。哎，可是爸爸找你27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晓得我在哪里，他怎么在找我？他不晓得、哦。他晓得。爸爸就一直去原来的地方。爸爸就是一直去原来的地方。啊，因为他每次喝酒，他那个脑子不行。我跟他说过了，我说老爸，我到床上有一天，今天我跟他讲说，老爸，我有一天我不要坐船了，我一定要在那个在这个国外做大厨，我要跑在别人家吃饭，因为坐船没有钱呐、啊，我说赚不了钱呐、啊。我说我宁愿在国外再赚一笔钱回去，我跟他讲。嗯他说你有种的话你就干，我说好啊，我就跟你说话而已，我只是开玩笑的，他妈的。哦，后来是当做这样子啦。哦，你是因为你想当厨师，爸爸要叫你跑出来，因为这样意见不合，是这样吵架是吧？不是啊，他有我是开玩笑的。
以为我是开玩笑，我说真的。因为在那个落地，我先认识了几个中国人在饭店上班嘛。我就跟他们聊聊天，我就佩服他们，哇，你们都会发动对国外赚钱这么好，他们一年薪水比我高啊，薪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我就下定决心了，我就一定要干这个活嘛。后来那个中国跟我讲说，你要开始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洗碗开始。我说好啊，没有关系，洗碗一年年都无所谓，反正我要学习做这个东西。那你现在那个上班的地方是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台湾就在台湾饭店，台湾那个叫台湾饭店。哦，它就叫做台湾饭店啊。对，那个是也是台湾人开的饭店。那个台湾人已经回台湾了。他已经卖给那个福建了，大陆人了。哦，所以现在是大陆人在开的啦。对啊，那个台湾人回去了，他是客家人啊。哦，这样哦，我也是客家人。他是姓肖的、哦、回去了。对，他退休了，回去了。啊，你怎么没有跟老板讲说你要回家？谁呀？姓肖的老板啊。阿玛，这个被他妈妈带回去了，因为他在这里不能在这里，为什么？他已经怎么说呢？他去那个白粉去太多了，他已经被那个毒品吸毒了，你知道吗？吸毒哦，你们那边很多人吸毒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吸白粉嘛，还有什么？他去那个什么卡蒂诺啊，那个卡蒂诺，你懂不懂叫卡蒂诺？卡蒂诺是什么？赌场啊。哦，卡西诺。赌场啊。卡西诺。对呀、啊，博缴，对呀、啊，嗯，哎，对，那个赌博啊 ，gambling，、赌钱啊，哎，赌钱，啊、哦、啊，嗯，他死的太惨了，哎哇，他他妈的一分钱都没有，车子也卖掉了，输到脱裤子了，把老婆都卖掉，再去把老婆卖掉都有了，我操，哎呦，你不要赌博哎，不要吸毒嘞。No, 这个不行的，这个我用还是要养，妈妈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嗯。因为我还想到我还有个妹妹，我的弟弟妹妹，他们也需要一点钱呐、啊，这个我另外一个方法。好、啊，那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我现在飞机，飞机了。我是。对呀、啊，我真的被迫去。我是在那个。我是在那个移民署上班啊，所以你的证件哦，我比较熟悉啊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很快就把它办好，希望你们早一点回来啊。好，拜托你，我会还给你的。你不用还了，你跟我一起去马拉松就好了。哈哈，我不会关起来吧？我不会关你啦，我现在在选举，我要选立法委员，我关你干什么？我又不是警察，我又不是马来西亚。不是，这我不会给你关起来的嘛。我不会啦，哎，你赶快回来看你的家人啦。好，肯定的，这个必须的。拜托你了哦。好。你听个谢谢。不会啦，我应该的啦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感谢你真的。好。好。你要准备上班了吗？差不多了，要去上班了。我要冲啊。对啊，我要冲凉，然后去上班了。哦，好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妹妹。好。就这样子，改天再打电话。好的、啊。好。Adios, amigo。Adiós, amigo. Adiós. Gracias, amigo. Yeah, gracias. Gracias. 你都几季没？好啦，快进挂断了。那边挂。